天哪，都是我认识的。咱们直播间是没人的是吗？啊，都是这四个，其他的小伙伴咋回事啊？为什么揍不过他们啊？啊？为什么不打？为什么不抢啊？这肉长的手速真是快，大哥都走了，你还留着干啥呀？你给我走！哼！生气！刚去喝水，没想到。哼！要不是大哥护着你，我打你哦！这断你牙抢的，这一堆厉害的要死的人，真的是。吓我一跳，我没当我自己想。主播网游，主播玩的是那个手游，不是网游。我现在不玩网游，哎，太累了，玩的都是一些手游。咋的了？发生了什么？他们抢了个那个什么黄金段的一个什么东西吧，箱子。来修那个是怎么读 ？re？ 咋的了？你问吧。来王者，王者最近没啥兴趣玩了，咋整啊？不喜欢玩王者。你们还有啥厉害的手游要介绍的吗？小狮子脸胖了。那我咋办？就是这么胖啊。别有江同关，哎呀，你的脸还与马同长呢、啊，我都不说你，你一天到晚老说我，子珊，你是不是飘了你啊？你不知道我今天来大姨妈，大哥还跟人走了，你信不信我搂你呀、啊？干搂知道吗？你给我站出来！出来说话，你咋不打字的呀？手游还有传奇呀、啊？哎，不过那个什么、啊，就是键盘说。不过我最近姨妈好奇怪，一直在提前呢。今天才十二号又来了，上个月14，今天这月12，我是咋的了？病了？天天晚，这传奇是吗？不是已经来了，就是在路上，可不就是？大家好，欢迎你们光临我们的4136。今天老司机不开车，老阿姨教你怎么做人。唱首歌吧。听我唱了呀，我唱了，你们没听到吗？我的个天哪，我刚唱了那么多句，紫色烟花吧，等我下去再听，下去忙着吃鸡也不一定能有时间听。唱一首你们那个年纪的歌来。把你们的荧光棒都举起来，不要装作你们好像没有听过这首歌的样子，会唱的宝宝一起唱。
公屏打流星雨三个字的宝宝，你要注意了，有点暴露年龄了啊。太逗了，哎哎，我呢也不知道为什么啊，就是今年过年我才20岁，但是我很小的时候，就是我刚刚认识电视这玩意儿的时候呢，就已经有流星雨这一出了。我是98年的，流星雨是99年的，是吧？是不是啊？啊，不是，流星雨是2000几年，那时候我已经会看电视了。
然后我就看了《流星雨》这一部，据说它是这个偶像剧当中的鼻祖啊。可能是那时候我的思想也偏幼稚啊，我就觉得他特别厉害，就是演得特别好。后来我又回去追了，希望今天晚上你们听完这些歌以后不要再去又翻流星雨，因为你们就觉得造型真的很雷，演技真的很 low。 不敢让自己靠得太近，怎么又不是鼻祖了？在大陆这边就是鼻祖啊，就是他是第一次打开这个偶像剧的一个大门啊。那你们在《流星雨》之前有看到另外的偶像剧吗？我就看了这一部，哎，后面的《海派甜心》萨马勒的。你都没有看到我们家道明寺有多帅，不允许你这样说我们家道明寺。哼，不用道歉，我跟你说，道歉有用，还要警察干嘛？恶魔之吻我没有看。谢谢我们的木子凤，谢谢。你不会阿浩的学生，你做手术他没做事。喜欢花泽类啊？哎，就是我看这部剧的时候，我一点都不喜欢花泽类，而且我相当讨厌花泽类。你会生气吗？因为好像我对感情的一些洁癖就类似于道明寺一样，就是会很霸道而且专情的爱一个人，然后哪怕他犯一些不是很严重的问题，就是我都能原谅他，因为爱。但是如果说像花泽类那样子，他爱着那个什么静啊，工藤新一静，不好意思，什么静？哦，周静。对，他爱不到他，然后又反过来就是伊能静，不亏你想得出来。然后他又去跟三菜两个人搞暧昧，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他那种类型的，而且他软绵绵的，动不动就忧郁，忧郁你妈逼呀！我还是蛮喜欢道明寺这种，就是他爱他喜欢，所以他很勇敢，他去追，而且他一直都在守护着三菜啊，一直也从来没有对他如何。包括有一场戏演的是三菜在广场上面被拖着走的时候，摩托车他在后面追的时候，道明寺后来后悔了，他跑回去的时候跟他抱着他跟他讲说，只要你说什么你说我就信你。山寨只要你说了我都相信。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点让我觉得说，哦，我可能爱上他了，就是这个叫大门寺的小子。但是到后来我才知道说，我操，他竟然跟林志玲在一起啊！但是只是同学干的呀，我知道。但是他后来不是后悔了吗？他就是在听到这个事情，在广场上看到这个画面的时候，他不是后悔了吗？然后跑去跟他讲说，只要他解释，现在找一个男人就是跟我讲说那个周静，只要你说你解释，你说不是你干的，我就信。这找这种男人太难了。一般情况下都是我出个门，他都会说那个不许带身份证。你出门带身份证就是要去背着我，啪啪啪。手机的微信密码是多少？我要看。你一天到晚是不是跟男的聊骚？你不回我信息的时候，我就觉得你是在跟别的男人啪啪啪。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。爱了要逼。小优是杨晨的，对。那时候还是个小配角，耶、yeah。小优那个角色演的吧也是入骨三分啊，但是我也不喜欢小优这个角色，你明知道西门庆。这叫什么西门子啊？
那没到新闻的人花钱，你爱他有啥意义啊？真的是没谁了，就追求一些自己不想要的，自不量力。所以我到底看的是《金瓶梅》还是《流星花园》啊？新闻啊，新闻不知道吗？生活要做头发，精彩哈，木子峰。组合版的，怎么又抽到新闻去了？这 F 四里面不是有一个叫新闻庆的吗？啊，不，叫西门的，不好意思。好了好了，这部剧可以过了，好不好？啊，咱们换一部吧，换一部剧说一下。虽然有一部我在工作的时候，就是我都有一部剧叫《海派甜心》的，就是我已经在工作了，然后每个礼拜的时候会更新一集，但我追得很工作啊，每个礼拜的时候还是会那个一直在追那个剧，就礼拜六跟礼拜日的时候会更新，有没有看吗？海派甜心，那时候我在小学。感谢我们的七七七，谢谢。在开玩笑吗你？来，给大家带来这首你们没有共鸣的歌，还真的没看过呀？真的吗？欢迎一凡哥，欢迎欢迎啊！老友记、老美剧了，那些都没看。来一首《忽然之间》行吗？ Yeah! 找不到人说心里的寂寞，忘了是什么歌呀？下了吧吧，哎，二人去吧。前两天谁家我们可以说不是班长？没有啊，我就是忽然想到 F 四里面有一个啊，但是我忘了他叫西门庆还是叫西门，所以才会有这个梗啊。能不能忘了我玩终结者的时候被雷劈的那个事情啊？一两次那个事情。哎，我们家都
都没守护了，最近我看到迷人的守护，我才想起来我们家都没守护。我明白，太放不开你的爱，太熟悉你的关怀，分不开，想你算是安慰还是悲哀。而现在就算时针都停摆，就算生命像尘埃，分不开，我们也许反而更相信啥意思啊？哪胖了？录音棚给女友录过这首歌，太深情了。为什么没有男朋友为我录这首歌？这辈子就是都是我在为了爱情而神伤，到头来还是没有爱情在身边。这人生真的是太悲惨了。老乡好，无人熟悉会吧？会的，没谁了，真的。天哪，能不能赐我一个男神，让我啪啪啪一下？我保证不谈恋爱，就啪啪啪就好。爱不爱我？哇塞，感谢我们的流氓张张哥，周小傲的爱不爱我？厉害了，大哥，我不会唱，我会唱两句，就是你到底爱不爱我？4446，爱不爱我？知不知道我在说些什么？啊，就只会唱这一句，怎么办？对，等我唱完这首歌的时候，我学一下那个爱不爱我，好吧？再给你唱，现场学，够不够意思？够了。你敢有听到落雨声？真像是别人在笑我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心爱的人甲你相共，哪会到今嘛才知影我，原来恁走甲这呢远，朋友的感情看甲这呢重，是我的心情无地方。哇哦，相思的目睭内底讲白茶，予我心肝头是痛几工。不忍心来甲看你欺骗的话，别个讲也你做，做一个无人熟悉痴情的所在，上酒一杯两杯三杯，当作是笑话。无聊的酒后，今晚我不想要讲，只想要离开。
对不起，没唱好。感谢我们的幽灵老师啊，不是，感谢我们的幽灵哥，怎么老叫老师好？咱们感谢我们的幽灵哥，谢谢我们的流氓传说，谢谢谢谢，感谢我们刷礼物的伙伴，辛苦啦！再次感谢我们的美丽加油过，谢谢我们的七。妈呀，唱不上去了，让我听听那个什么。